钱呢？钱是我的，我帮你解决，我帮你解决。
莎莎，放手放手，我只有这么一件像样的衣服，哎呀，扯破了可不好看。哎，你进来，我有事要你做，让你吃顿白饭。嗯，这是什么话嘛？男子汉，大丈夫怎么可以让你呼去喝来呢？哼，大丈夫。那，行行好啊，施舍我这个烂腿叫花子，这算是大丈夫？刚才我还看你出丑呢，不过不拆穿你。这叫做大丈夫能屈能伸。你做好事有好报，保佑你生个大胖儿子。干什么你？啊，是你啊！你走路怎么乱闯的？你要是不相信，我先带你进去，当面讲明了再算。哦，嗯。你先到那边去坐一会儿。大小姐，好买卖上门喽。哎，你又搞什么鬼啊？哎，别把我下山看扁了啊。这位周先生要订两桌八块现大洋的酒菜。哎，晚上他要在这儿请客，要是你们店子小赶不出来，那哎成，哎，天一黑呀、啊、就可以了。啊，来了啊，好，先生，哎，没骗你吧？16块大洋包你满意啊？哎，得先付钱呢。哎，没问题，哎，我付。哎，啊，这16块大洋。谢谢您啊，天黑了您就来。哎，不会有变啊？当然不会了，做生意要是讲好了有变呢、以后再也不会有客人来了、好，我一定准时。嗯啊，我先您呢。老周啊，怕你弄错了吧？那妞亲口叫我天黑了就去。我试过了，要是好呢，就交给老板，老板准喜欢；如果老板玩腻了，再让他出来接客，又是一棵摇钱树嘛。啊，真有你的！哎呀，你也差不多啊，谁带钱到你的赌场，还能带钱出来吗？红牌。你多少？5点。搜搜他的身，这人手脚不干净。哎，你这，你老板，这个人偷牌。哎，见了鬼了！你们见我赢得多啊？小兄弟，我们开赌场不怕客人赢钱的，可是你身上带了牌来换，这样不大规矩。我，哎，算我没赢，好了吧？小伙子，做人嘛，要正直一点。走吧。哎，
我有三块大洋本钱，我想，你输了，是我输了，我输了。臭小子，你敢在这儿撒赖？连春啊，叫他们再玩吧。哎呀，好，来玩吧，玩吧。周先生，您来了。哎，您一个人来？我当然一个人来，这玩意儿还能叫一批人来参观吗？周先生，真会说笑话，谁说带人参观嘛？您一个人没请客人一起来啊？我尝过了，好，自然会带客人来嘛。周先生，您一个人怎么吃得消啊？哦，你有特别功夫啊。你说什么啊？哎呀，你功夫特别，我可以陪你多玩几回。哎呀，哎呦喂，你怎么打人呢？滚！讲好的价钱钱也给了，你叫我滚。哼，婊子，大爷花钱是你自己答应了的，啊？现在耍什么花样？你也不问问我是什么人？我周保安是好欺负的，来吧你！臭婊子，你也敢打我？哎，打打我！哎，你那玩意儿是谁拿的？再不管，信不信我把它砍下来？滚！小善，陈队长，我们少爷到现在还没有消息，请您派人找一找。谁是你们的少爷啊？我们少爷叫尚开元。他是长是短？是方还是圆呢？人哪有方的圆的呢？我们少爷是谁家的少爷啊？就是尚督军的少爷。督军的少爷真的不见了？嗯。老陈，妈的，我要不把这臭娘们抓了活包了，我也咽不下这口气。周大哥，谁得罪你了？你别管，给我两个人。行，你们两个快点跟他去吧。是。哼。妈的，我抓着这小子。哎，有话好说嘛。去，臭小子，你说那娘们肯陪我睡觉了？是啊，她不肯呐、啊，她不肯，我也没办法，总不能叫我陪你睡吧？放！陈队长，你派不派人找我们少爷？我们少爷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找。你们少爷，我见过。你就是见过我们少爷。他是不是那么高？这么高啊？对，你就是见过他。你们少爷的样子啊，很神奇，完全是一副大少爷的派头。是，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找他？我可以带你去，不过你得叫这位仁兄放我走。行，
陈队长，放了他，我让他带我去找我们少爷。什么少爷不少爷的，滚！你哎，哦，嗯，我们少爷在哪儿呢？快带我去吧。我带他们去抓那妞去。哎，周大哥，闹得太凶了，怕不好吧？怕什么？王老板跟程县长是称兄道弟的，我是王老板的人，别忘了你这个保安队长是假的，连程县长都是冒牌的，哼，真的是我们替你杀的。等那位大少爷走了再动手好不好？哎，我们少爷呢？你说一吃饱就带我去见我们少爷呢？是啊，我说过，可是你们少爷也说过，要我千万别把他在哪儿告诉别人。要是我说了，你别生气啊。要是我说了，这个，我要撒泡尿。你盯着我，我撒不出来呀、啊。喂，朋友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夏公馆的门前。我怎么会到这里来？我是什么人呢？哼，看来你一表人才，原来是个白痴啊。哎哎哎，你跟着我干嘛？我小兄弟啊，是不是肚子饿了？嗯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。大爷，我有钱。大小姐，早。早。怪，真怪。啊，侯爷，要点什么？先来壶茶。啊，好。小善，哎，大小姐，你昨天介绍的好买卖，真不错。大小姐，走。我看你一定是练过武啊。哎，你究竟是什么人呢？叫什么名字？哪里来的？哎，哪里来的嘛？走开。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嘛？什么东西都记不起来了。我记不起来，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我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这个叫什么都记不起来病。不要紧的。我看你总不会是大少爷吧？多半像我一样，在江湖上小混混。可是你的武功不错，刚才那么一下子，就打断了木棍。小时候我也练过武功啊，可是跟你啊一点也不一样。我练的武功啊，拿着，随便你放哪一个口袋，我一下就可以拿到。我来了啊。
我拿到了，是不是？我现在还你，滚地窟窿！哎哎哎哎！已经放在你身上了。嘿嘿，嗯，在后头。我现在啊，把这个打进你的脑袋。哎，嘿嘿，你放心呐、啊，不会痛的。找不到的了，已经往下走了，我把它打出来。嘿，快拿出来！你先放手啊，放松点，不要用力。我这一招啊叫周游列国，还有一招千手观音。哎哎哎哎哎呀啊啊啊！找不到的啦，已经在你的脚底下了。好，还有我的绝招，从天而降。哎哎哎！原来你骗人！哎，去！哎呀！哎，金蝉蜕壳！哎啊！金蝉蜕一半！哎呦啊！哎哎这样啊！哎，这招不错啊，叫什么？二字骑羊马。哎，对了，人家说练过武功的人呢、啊，怎么也不会忘记，遇到了危险呢、啊，就使出来了。哎哎哎，快跑呀！啊啊啊！这招又叫什么？罗汉晒尸。哎，破！哎哎哎呀！乌龙摆尾。哎，去！破！啊！破！哎哎哎！哎呀！哦，这招又叫什么啊？哦，猴子偷桃。哦，我这是帮你恢复记忆呀、啊，求你出手轻点好不好？啊，我快扶我进去。嗯、啊，哎，啊，嘿、哎，他，啊，嘿、哎，他，哎，啊，哦。别想了，你的功夫这么高，别的想不起来也就算了。可是现在呢，你身边又没钱，以后怎么过日子呢？不要紧，我有办法。你真的有办法？嗯。只要你拜我为师，我就收留你在这儿，帮你有吃有喝的。啊，拜你为师？你做了我的徒弟，以后什么都得听我的。哎哎，师傅，去你的！哎哎，不啊，你不一定要拜我为师。我看我们做个朋友吧。哎，不要再讲了，今天晚上你就睡在这儿。明天再讲吧。你的拳头握得还不够紧。啊哈！哎呀，还哎哎！
你的马步也不够稳，哎，要学武啊，哎，还得慢慢来啊。哎呀，虽然是慢慢来，你也不要来真的吧。哎呦，哎，我想起了一件事，有人欠我钱，你去帮我讨回来。欠你钱？什么东西？臭小子，又是你啊！于福东在不在？昨天我赢了钱，你们栽赃嫁祸，赖了数。今天，拜拜，我追债来了。昨天你吃的苦还不够，今天你又来捣蛋啊！来，叫于福东出来。臭小子，走不走？快点施展罗汉善施，金星化脚，猛虎出动，你还站着干什么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哼，你们现在谁有胆出来啊？朋友，你是哪里来的？我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那阁下来干什么？你赖了我的钱，他现在帮我讨来了。笑话，你自己承认作弊，我好心放你走，你还敢在这里撒赖？你可知道这里谁是后台？谁？哼，王赞天，王老板，你要是在江湖上混过，一定听说过。没有，就是听过，我也不记得了。哇，哦，秦阳，哦，啊，嘿，好，好，嘿，好，好，嘿，哎，哎，秦阳，嘿，好，好，我是罗汉善师，哈，嗨，好，啊，好，好，他，好，他，好，好，想怎么样？没有怎么样，只要你把我昨天赢的钱拿回来。好，今天算我输了，我也不会放过你们。那拿钱来。拿钱给他们。是。走。
还能活几天。哎，小兄弟啊，前面发生什么事了？保安队啊，又在前面行凶，快躲着点吧。保安队，保安队怎么会行凶？哎，别问了。哎，哎，我们去看看。哎哎哎，还是别管闲事了。哎，哎哎。说，姓何的小妞到哪儿去了？你不说，我把你当江洋大盗办。你们才是强盗呢！住手！我在这里。啊，你肯露面，那是最好了。我犯了什么事？你还带他们来抓我？犯了什么事？那得凭我高兴。我要是说你杀人放火，那就是杀头的罪名。我要是高兴，你就是个大美人。你带走。是啊，走。哎哎，你练过刀枪不入的功夫啊？没有啊。那你还要冲出去干嘛？你没见那四个保安队的人全有枪啊？这样无法无天，我怎么能够不管呢？哎，要管的也不能靠瞒的。看我的，我看啊，这里是必经之路。你骂也骂够了，该住口了吧？你害得我店也没有了，还得东躲西藏，骂你是便宜你了。哎，哎，我只当他是路过的色狼，谁知道他是王赞天的手下，连保安队长都要听他的。何小姐，我看你还是到县城去告这个保安队一状。哼，到县城去还不是一样，都是王赞天的势力。哎，对呀，哎，我们到县城去啊。你有一身本领，在这个小地方也没有什么出息，我们一起去。哎，哎，你留在这里头，少点出去，绝对找不到你。哎，这个给你安家费。啊，你说什么？给你花用，算我说错了。哎，那我今天晚上怎么睡啊？我们到外面睡，总好了吧？平脚走路真辛苦啊！哎，坐一下。不是吓你啊，大地方像省城啊，有一种车子根本不用马来拉的，人一坐上去啊，叭叭叭。啊，车就自动会走了。哦。哼，跟你讲也是白讲，你也不知道是从哪个山旮旯里头冒出来的。听过这种车子没有？那叫做汽车。哦，汽车。嗯，我有一架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有一架。
老周啊，嗯，我就送你到这里了，你可要小心一点。笑话，几百里之内都是王老板的地头，谁敢碰我一碰啊？本来是的，可是这几天实在有点邪门，你不是也吃了亏了吗？哼，我已经吩咐过了，见到那两个小子就给我乱枪打死。这个月赌场客少，只有1000大洋，你在王老板面前替我说几句好话。哎，那还用说吗？哎，听到没有，那两布袋有1000大洋，全是于福东这王八蛋连骗带拐弄来的，那叫做不义之财。哎，我们动他脑筋。你叫做贼？哎，当然不是了，我们可以劫富济贫，那可是好汉的行当啊。但是他有枪。哎，我有办法。那个姓何的小姐，麻烦你替我打听一下，嗯，找到了把他送到县城里来交给我。好好好。哎，好，再见了。再见。哎，走了走了。我们要不要叫外面那个歌女进来唱歌，好不好？伙计，两位，有什么吩咐啊？叫外边那个歌女进来唱歌。啊，好好。崔崔，崔崔。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呢？哎，你喜欢听什么歌？好了，随便你唱什么歌。啊，好好好。唱，快唱啊，别惹恼了两位客人呐。啊，哎，好好的，他又想起了伤心事，千万别见怪。谁欺负你们？要不是王赞天那个恶霸占了我们的田地，我们何至于？哼，又是王赞天。下山拿点钱出来给他们。哎，不够。
拿这些钱去买几亩地吧。够了够了，谢谢大爷。哎哎，你疯了啊！哎，怎么了？我看这一县里受王三田欺负的百姓不知有多少，我们一路慢慢的打听，可以帮助他们。啊，你求求你们放开我！大人，你们放开我！站住！等一等，欠你多少钱？欠谁的？30块现大洋，欠我们王赞天王老板的。哼，早知道又是他。下山，下山。又叫我干什么？过来，给钱。又给啊？我一路上见人就给钱呐。30大洋，是不是？没错。板栗。讲拳头啊，谁也没有他的硬。你们要钱还是要命啊？你先去照顾你老婆，这里交给我了。好。爹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们先扶他进去。你们想要钱是不是？啊，谁来拿？啊，哎，啊，想拿钱呐、啊？看我这招，龙摆尾，啊，嗨，啊，罗汉晒尸，哎，看我金羊，哎呦，下山，哎呦，哎，你老王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哎，他们干什么？给钱了没有？嗯，钱在这里，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。我的妈呀！快给他们钱。嗯。两位大爷，谢谢两位大爷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不要客气。下山。嗯。快拿钱过来。哎，哎，你嗯。谢谢谢谢，你们拿了钱快滚。是是，走。没有了，没有。周保安，别在我的面前耍花样，谁敢抢我的钱？哎，王老板，我周保安要是有一句假话，天打雷劈，绝子绝孙的。那两个，一个是东镇上的小混混，另外一个就邪门功夫很高，来历不明。你丢了钱还有脸来见我？王老板，王老板，打听的事情怎么样？嗯，我已经派了两个高手将城里派来查案的人打落深谷，一定死了。现在来了两个家伙存心跟我们作对，你要拉的人要买的地，他们俩拿枪出来替他们还了债，今天还打伤了我们的人。哎，你说那两个家伙是不是有一个武功很高的？嗯，是的，那就是他们两个。哼，他们虽然绕着弯走，不过他们一定是到县城来的。你这个冒牌假县长，以后办事情要小心点。是是。哎，王老板，我办事不力，该罚该罚。那可是在东镇，我替您找到一个大闺女，又漂亮又够味儿的。人在哪里？要不是那两个王八蛋呢，我人早就给您送来了。我已经叫于福东在留意了，一有消息马上送来。真的真的那么好？哎，人一到您就知道了。马副官怎么还不来？老爷，老爷，我的宝贝儿子怎么了？夫人，你别心急，开远这孩子，阿贵啊，老爷，少爷失踪多少天了？我找了几天没有下落，回到省城已经一个月了。你说什么？一个月了？少爷是怎么不见的？是这样的，老爷接到密报，说县城里
有人作弊，老爷就派少爷负责去调查这件案子。有一天我们经过一条山路，想抢劫啊！我们不是要钱，是要命的。下山去，我找了几天找不到。老爷，那怎么办呢？不要急，马副官，派一队人，不，派一连人，由阿贵带路到山里头去搜索，还要赶快替我备车，我要去见你一县的县长，叫他全力搜索。阿贵，我早知道，只要耐心等，何小姐一定会回这里的。你们想要你去服侍我们的王老板。两位做做好事，可怜可怜我们吧啊！可怜可怜我们吧，我们好几天没有吃饭了，可怜可怜我们吧。没有。谢谢哎，你不是人呐，这是最后两块大洋，怎么可以给人呢？破烂西装两套。哎，什么破烂呢？穿了不到一个月。你当不当啊？当。破烂西装当一块。哎，能不能当多一点？
哎，买过买过啊！哎，便宜卖了，便宜卖了啊！来来来来，哎，大嫂，到了县城，一心想到城里来享受，谁知道变了这个样子。这样子有什么不好？还我清白！清白？你不用动脑筋去找钱，当然好了。你不高兴跟我在一起，我们可以各走各的。哼，各走各的！我要是存心掉下你啊，早就走了。为什么你早不走？啊？为了照顾你这个什么也记不得的大笨蛋。我这一辈子只怕没做过这样蠢的事儿。对不起，算我说错了。不要紧，谁叫我们是朋友呢？对，我们是朋友。哎哎哎，快去看！哎，来了！哎，前面一定有什么热闹看啊！哎，快点快点快点！两位老兄啊，前面有什么热闹看？哎，督军呐，督军大人来了，这个难得一见的，他大人物啊！看看见了。哎，督军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们也去看看啊！不，我们先找点东西吃吧。啊，好。这位王赞天是本县有名的绅士大善人，卑职的衙门简陋，所以请督军在王善人家里歇脚。很好，马副官，有你将我的来意向程县长说说。是，县长，这位是督军大少爷的相片。吃完这一顿呢、啊、找个地方睡一觉，明天那一顿呢、啊、哎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才有、啊、督军的大少爷不见了，这真是怪事啊。是啊，这怎么会呢？大人出了赏格，谁能找到了赏大洋1000呢、啊嗯、我听说是从山上跌下来的，恐怕已经死了。找到了尸首啊，也有500呀、啊、来来来来来，500。哎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听什么？哎呀，你倒真会捡时间。督军在我家里，你们全听着，这几天说什么也得给督军一个好印象。只要一找到了大少爷，程县长升官发财，我们也跟着水涨船高。只要我们能够出力找到了大少爷，督军才会高兴。王老板好说，王老板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好好派人守着那个大姑娘。哎，大人一个人只怕不妥当吧？别叫人陪我，有马副官跟我去就行了。是是。督军要微服私访，你们多派几个人赶在他前头，别让他问到什么不利我们的消息。是是。那好像是少爷。是啊，开远，开远，开远。嗯，你叫谁啊？我叫你呀、啊。你认得我？哎，你是开远吗？啊，我的名字真的叫开远。是啊，开远，你怎么了？连老爹都不认得了？你。你是我爹、哎、你那么用力干什么？哎，开远，
你一定是从山上掉下去，震动了脑子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从山上掉下来，啊！大人，我们快带少爷回去，找个医生给他医治。啊，走！我真是你儿子？哎呀，当然是啊！走，回去找一个好医生来看你。哎，叫你在巷子等我，你又乱跑。哎，你拉着我朋友干什么？他说我是他儿子。啊，你笑什么？哎，你这傻子可爱啊！这王八蛋在讨你便宜，你怎么还不知道呢？你说什么？老王八蛋！啊，我是本省督军，你敢骂我？哈哈哈！你是督军呐，我是大总统。啊，人来！哟，拿下！看远！少爷，哎，他讨我什么便宜啊？他说啊，你是他的儿子，你妈就得陪他睡觉。啊！哎呀！哎呀，你这个畜生！你妈不陪我睡，陪哪个睡啊？嚯！你还讨我便宜？我真是你的爹啊！傻瓜，你还不打他？你不要听他说，没有，没有。少爷，啊！哎呦！哎，帅！你这嚯！人家的老头子，你的儿子给人家这样打，你不心疼啊？啊，马副官，马副官，你忘记了，他是大少爷啊。是。哎呦！这个王八蛋！王八蛋那边手下来了，走了！是他们，快过去看看！马副官，马副官！马副官！大人，走！说说！打死我了！大人，大人，是你，你没事吧？这个小畜生打老子！小畜生！哎呀，是我的儿子！追呀，追呀！追！马副官，我们去看看。好。我们这样走不了，我们要分开走啊！好，在昨晚过夜的地方见，不见不散。好。在上面啊！臭小子，下来！我不下来。哼，你不下来，上去把他抓下来。
你现在跑不了了吗？嘿，哎呀！那么说过的，可是也很奇怪，那家伙他不认，还和夏商一起打督军呢。你们也看过督军少爷的相片，像不像？哎，倒是有点像。要是他为什么不认老子呢？要是那家伙真是督军的儿子，哎，我们就是死路一条。刚才督军先回来，没追上那人。要是我们先找到他，那我们就可以。范总，找到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怎么找不到？城里城外总共有多大地方？都派人去找。是是。我的皮包呢？这老头真有钱，有钱就好办事。这儿还有，我发现了吧？我捡到了，这应该是给我。哎，怎么搞？别争，我们开门进去看看。好。什么？我是来救你的呀！哎呦，我小善，我不知道是你呀。哎呀，我下手再重一点啊，我就成了谋杀亲夫了。哎呀哎，这是大河坝王赞天的家。哎，你这样子出不去的。哎，你还是跟我一块走吧。认得我，我骗不过他。好，你们先去埋伏，我去。走。夏山说的不错，你真在这里等他。你是夏山派来的？是啊，我是夏山的朋友。他在哪里啊？快带我去见他，我有要紧的事。什么事啊？我肚子饿得快扁了，没有下山，我可找不到吃的。好，你跟我来。
傻小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他什么也记不起，傻里傻气的，只怕肚子饿了也找不到吃的。嘿，你倒挺关心他。那当然了，他是我的朋友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把他们抓起来！是啊，哎哎哎哎，是不是他们两个？哎，是是。哎哎，青天大老爷，冤枉啊！他们两个用大钞票来买了很多东西。我看到他们还有很多钞票，这里头都是假的。放屁！督军的钞票会是假的？果然是他扒了督军的钱包。哎，那是督军大人的。把他们带走。是。哎，走。哎，大人。督军大人，我没有别的话说，只求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求你拍一个枪法好一点的枪毙我，一枪就死。要是在打不死的地方开多几个洞啊，那可疼得很呢。还有，何小姐跟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关系。求督军大人放了他吧。她是女的。谁说要枪毙你？啊！我这个人要是在牢里关上十年八年的，还不如死了的好。我也没说要关你啊。啊，督军大人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。像你这种好人呐，应该讨七个老婆。你少胡说。你们坐下。你好好说，我的儿子怎么会跟你在一起？他现在在哪里？你儿子？谁是你儿子？督军的少爷，就是和你在一起的那个。督军少爷，只怕你们认错了人了吧？不会，你看看这相片。像倒是有点像啊。哎，小善。嗯。哎，是不是那个常常跟你在一起什么也不记得的那个？就是那个大笨蛋。哎，他在哪里啊？他呀，他那天打架的时候，我和他约好了见面的地方，可是我等了很久他也没来。身边又有大人身上借来的钱。谁借钱给你？是偷来的钱。不要再讲了，人在哪里？快带我们去。哎，下山就在那边，我们过去。哎，就在这儿。好。带到旧屋去。是。在哪里？就在这里。人呢？
他们不在这里，大哥到底在哪里？他督军大人，我们分头去找。好，跟我来。到底在哪儿？大哥在空屋子里面，带我去找。是好意带你来见下山的嘛？下山？下山是谁？嗯？还不替我松绑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我是本省督军的儿子。啊！你现在恢复记忆了，把他杀了灭口。啊！好了！分头去找，快点！
现在不能动了是吧？哎呦！饶命，饶命，饶命啊！好，大爷就饶你一命。是是。不要绑，不要绑。你用鹤嘴，我用猴拳。好，看。